红姐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凶手是谁，我要帮你报仇。这是什么意思 ？W 代表姓氏或名字啊，凶手肯定是那三个人其中之一，但数字又代表什么呢？我一定要解开。红姐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凶手是谁，我要帮你报仇。阿文，哦，好。杨忠，你不要以为你有我的把柄在，我就会把万达的股份让给你。哼，是吗？那你等着吧，明天一早，全世界都会知道你包皮过长。杨忠，你不要以为你有我的把柄在，我就会把万达的股份让给你。啊，我完全听不到你在讲什么，你可以转过来讲吗？智障。你快走，这里交给我。杨忠。你留在这，这样至少会有一个人得救。被我锁定的目标，没一个躲得掉。哼！被我锁定的目标，没一个躲得掉。你已经玩很久了，应该需要休息一下，吃完饭再玩。我跟他说再一下下。